Hello， 大家好，飞影是又有白书的角色，所以我们现在上来体验这个游戏。本来玩第一场的时候还突然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，不说我还以为是萧煌奇嘞。开玩笑，不要乱开玩笑，不要乱讲话。以前我们刚玩的时候就拿了路卡尔嘛，然后后来都没有办法用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像攻击角色比较强，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？就防御的话呢，性能打不出来，伤害打不高。我那天跟第一名挑战，没有跟你们讲，我自己打他，然后结果他打我打了1亿多，痛死人了，真的是1亿多，我只有打快1000万。OK， 那我们上来之后，先来看一下妖力测试。我的妖力不好啊，哦，有我的战力啊，我真的有这个称号吗？我应该要拿这个称号吗？我有 S 级啊，我这么厉害啊。OK， 这个。跟之前一样，你要打一个排名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的拉尔夫也快要先把这个弄完，也快要满星了，就剩拉尔夫。那其他字很多我都在练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看这个地方不好看，这要打3场才对。这每次活动都一样，打3场，要打5场，今天不一样，平常是3场。这个先合成好了，他送了一个伤员合成，这个是防守的，他禁止治疗，这还不错哎。这真的不错哎，因为对手治疗每次 PK 都是致命伤啊，所以他不错，我要练他，我决定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告一段落咯。没有啊，等一下哈，他在这里，我们先把友好度给他升一下。哇，健康第一啊，我才刚做完心脏的手术，你就来跟我讲这个话，还真的是很有缘分啊。走，这个先不用吃，我在干嘛？我现在是要给他好感度。看到他说健康第一，然后他的表情你看看，他是一个练武的达人。OK， 然后如果你要升到 SSRUR 的话，你要到5级6级6级。OK， 我们再往上看，你看我练了哈维、玉明方手使、李烈火，李烈火我也偷偷练了一下啊，莉安娜，还有罗伯特，还有雅典娜，还有觉醒的，还有这一只有没有看到？我的牙神啊，我的牙神已经快要，这又是防守的，我练真的练太多防守了，我不能再防了。我为什么要一直防一直防？我当时是看他拿刀觉得还不错，结果又是防守，是吧？好感度要到6级啊，再往上升，刚好到6级，然后把钻机弄一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抽卡。我今天在做什么？怎么这么忙？左边巷子，左右边巷子，两个人之间。100钻石，哇！我们的牙神到了3颗星了，又要3颗星，终极突破，快要7000万战力了，对吧？6981，灵界清单这边可以拿一点奖励，不要去灵界啊，太可怕了！格斗赛灵界召唤，心愿的清单，这边 R 级120 ，SR 90 ，SSR 60，所以它是 SSR 吗？推荐角色，没有军队啊？怎么没有看到有白书？有白书他只有联动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就拿攻击吧，先拿个幽助好，还是拿个藏马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先拿个藏马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同样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到这边商店去买，每一期都是一样，都可以固定的买50个。OK， 那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去拉暂定的礼包啊。再没有的话，就看一下了，看喜不喜欢再下手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试看看这概率多少啊？枕头的有5%哦，福利变好了，枕头的竟然有5%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就拿枕头的。哎呦，这次还做了一个动画，这很像是一拳超人的原子斩啊，原子武士！哇，那么帅啊！1、2、3，这个有给啊，这给不少哎。嗨，小兄弟你好啊！来，我们再抽一个，快点！好像有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彩色？好像不是，这蓝色。这个碎片给不少哦，他已经快可以升星了，他可以升星了，不是已经快，他已经拿了90片了。OK， 第3个实验抽，这次没有，我们换个角色好了，有没有？还是没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喂，那我们要抽这个好了。幽助应该是要有啊，给一头嘛，还有25次才联动，还有25次联动完成，这个有没有？
动画都长得也好像是，好像是一样，还是没？哇，抽一个单抽好了，暂停，我按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个飞影碎片啊，我们这边也再抽一抽。我的天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我们再抽五抽，加油加油，这次要有了吧？跳过好了，有了有了，从地狱幽住，哇，这个背水爆发本身还有一个复活的功能哦，哎呦哎呦，按到了按到了，好，那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搞一个战马，不行，等一下再去储值，战马战马是五片。加油加油，上面还有一个碎片箱，一定要把，哇，来了来了，欧洲人啊，欧洲人他还有变身啊，难怪刚刚战马不比较厉害吗？比较厉害的是战马吗？你看看，哎呀喂，你这战马是喂，这活动超级长哎，26天哎，联动果然是厉害，超级联动，联动26天，哎呀，好多战马碎片，再来再来。去看一下，看一下礼包，看什么划算的。这次礼包卖的一样吗？这还有养成计划，先拿一拿钻石。哦哦哦，你看，330就先送你10个凭证了，他比较大方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把战力呢要提升到7000万了，终于要到7000万了。再给他开一开，追拳从追从拳，那个打开来就是了。开完了之后，这边也给他打开来。OK， 7038万，7055万，实在是太 OK 了。哎呀，战力成长那么多啊，然后这一期的奖品他送的也变得更多了，很多都变便宜了。这个刚刚只有买170，之前是300多，400多，490，然后还有商店，这个礼包我买了一个170的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养成计划，我买了330的，买了2个，所以我现在身上的券又回到了多少？30几。35，可以招32次，那我们看有没有办法招2只喽，加油加油，来2头，有没有？今天是不是欧洲人？我们到底适不适合抽悠悠白书的主角呢？这次就是没有，哇，这个泡汤了，再来，上面还有一个送碎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在闪了30个碎片，我们可以启动另外一只，但是现在不是这个，重点是，快点，再给一头战马。有没有有没有这？哎呀，又没了！啊，有了有了，来了！秀一个名字，哎，练战马就对了。技能都没有看，看到红头发就直接选他了。哎，重置了，所以是欧洲人。再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刚刚外面可以看技能啊，我在干嘛？我看一下看一下。哇哇哇，这可以啊，这可以啊，这够帅啊，这帅呆了，这不是够帅啊？果然刚刚选这个也不错，另外一个也不错。都不错了，先选这个。哎呀，这够帅，非常帅啊！再一头，再一头，再一头，来！这爆率好像今天比较高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有10张，还有15张，再来，差不多100抽了。我们今天这样子玩一玩，也是80几抽、90抽。好了，再来，再一头，没有战马，暂停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没有了？战马。3秒，2秒，1秒，没有，哇，飞掉了。不过碎片再来，抽的真舒服哎，真好玩。再来，再来，真好玩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战马？这一次没有，哇，停一下好了，反正我们有买了那个礼包嘛，停一下没有关系啊。买了礼包，我又回来了。你看，买这个礼包就是这么强啊！你给他买一买，这个 up up 狂升、啊，回来了之后又来了。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抽了，哎呀，打不死的蟑螂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战马，有没有公告？快点，画面转成颜色，没有，还有一抽，绝命单抽，完了之后再8抽就保底了。这一轮没有上一轮欧洲，应该是没有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我们这样子也满意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把战力到了7055万了，同时来看一下背包。看一下格斗家今天肯定要什么程度，第一个是我们很喜欢的伤员和真，健康第一，他本来是没有剑，有没有？他挥的瞬间就伸出一把剑，这画面真的做得还不错。走，我们马上起飞，下一集再来打架，先给他练起来。伤员和真2颗星，3颗星的超级大肌肉，然后我们到了4颗星了，
哎呀，突飞猛进啊，虽然是 SR， 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有总比没有好。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抽的比较多的，竟然还是没有到那么多，到二颗星、两颗星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头快出来了嘛，所以到时候还要再抽两头，变成三颗星。那三颗星的话，竟然会开了这个一样，怒气先看一下好了。怒气大于1000的时候，满气的时候会，这应该是满气吧？还是他的怒气更多，要更多才会满吗？会变身，变身完了之后，变身伤害1%，伤害减免1%，消耗100点怒气。等一下，165%，烈弓。还可以释放一层魔界种子，每回合扣怒气是吧？关键就是扣了怒气，还有攻击力是165，可以扣两层的怒气啊。那另外两只呢？看一下，另外一只是幽柱，在这边普番幽柱，他哎呦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倒立啊？啊，来看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倒立啊？你好。哎，也是165，两个色一样。还有 UR 的 UR 五颗星的话，75%哦。自身生命低于75%，额外对主目标同列哦打一个血量的百分比，两个也有点不大一样。另外一个嘞，藏马的 UR 嘞，藏马应该也是很厉害才对。OK， 那藏马的 UR 技能，每当敌方格斗家怒攻，藏马有25%使用一次普攻的反击。当然呢，他还可以吸收对手的怒气。我们过两天再来用藏马来打架。我今天先抽卡给你们看了，抽完的结果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本来以为可以再获得一头藏马，但是很可惜没有，失败了。好了，那我先给他强化一下，提一下。这个哇，那么多啊，330几个、哦，这么多。那我要先给他升一点。哇，加那么多战力啊，7070几万，他还有啊，直接到了两级了，二级，怎么今天一直练成两级 ？OK， 7095万7100万战力，然后排行榜变成99名，哇，很多玩家都很厉害啊，加油啊，加油 ！OK，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